男孩女星 IU 在音乐、演戏、主持各领域都缴出好成绩，近期则获得新封号“房产女帝”。南韩 TMI News Show 最新一集中 ，IU 杀入拥有最贵第二套房的明星雅君，引起热议。节目中再度提到 ，IU 去年以现金购入要价130亿韩元首尔江南区的豪华别墅，当时也引起不小的话题。除此之外，位于京畿道杨坪也有一间知名透天别墅在 IU 名下，价值高达30亿韩元，主要是他为了照顾外婆等家人购入，是一套2层楼的田园住宅。这区域的别墅房产也因为洋气美女李英爱而声名大噪，吸引大约有80位名人居住中。另外 ，IU 还拥有一处位于京畿道果川市的个人工作室，价值46亿韩元，3间房产总和为206亿韩元，大约是台币416000万左右，惊人财力再度让大家惊叹。啊，那靠近的更棒。